子林，1984年3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，中国内地时尚模特、影视演员。1998年，14岁的张子林便获得了北京市第10届运动会女子100米男丙组冠军。2003年，他获得了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十佳。2006年，张子林获选中国十佳职业时装模特。2007年，张子林获得第57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冠军，继而成为中国在世界级选美赛事中夺冠的第一。张子林的祖籍在山东威海，爷爷年轻时就参军入伍，从战士一直干到师职干部，而后离休。而他的奶奶入伍后也干到了团职，父亲和母亲以及叔叔也都是军人，他的父亲则在部队从事研究工作，是团职干部，母亲已转业回到地方，在北京某大学任教。2013年，张子林与男友聂磊结束3年爱情长跑，秘密在泰国普吉岛举办婚礼，席间只邀请双方家人及几十位亲密朋友出席，因为男友是圈外人的关系，婚礼比较低调，加上他和男友崇尚自然简约，所以婚礼现场并未邀请艺人好友及媒体同仁。